那毛弟弟拿了呢，210,徐老家头，侬看看在伐？新房子哦，新装修了，把你等哦。这个侬真的，哎，这个真的是，好像有点享受了，对吧？那2房，2房1厅了，哎，另外这张房间是我需要这张呢，蛮好的吧？清爽的吧？那大油盖，有你吃的啊。卫生间打扫的，哎，老灵哦，蛮好，反正蛮好。那要担心，实际上现在这个毛病，除了是财务快一点，别个真的没啥，无所谓的，真的。进入方舱的第一天，集合。进入方舱第一天。你们不要乱喷，我们过两天就要进方舱了，不要乱喷，这些人都是在等着进方舱的，你们不懂得乱喷什么呀，啊，乱喷，有点口德。哎，兄弟们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进舱了啊，进舱了啊，刀尖上舔血，进入方舱，所有的设备。所有的生活用品，还有床单、被罩、飘柔，和尚洗头用飘柔。最美逆行者，看看。昨天晚上3点多才睡。安全的包裹。